你好呀，我叫朵莉亚，你也可以叫我朵朵。就像你看到的那样，我是一条美人鱼。这个秘密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，因为我正伪装成人类在海都寻宝。至于我要找的宝贝是什么，才不告诉你。我的族人们都夸我是人鱼族最有潜力的歌者，我会唱的人鱼祝歌非常多，如果其中一首能帮上你的忙，那就太好了。来到海都之后，我发现了好多好多以前在海底没见过的东西。这里的人类会做好多好吃的，而且他们还喜欢用金闪闪的东西扔进大水坑里。但也有不好的地方，海都的路实在是太多了，根本不知道走哪条，而且还有喵喵叫的四脚怪兽追我，好可怕。最要紧的是，只要一碰到水，我的腿就会变回鱼尾。唉，人类世界为什么会有水从天上落下来？这可怎么出门呀？不过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就会出现。我的声波可以探查危险，浪花还能击退敌人，可厉害了。看我手一挥，这里就出现了一片水域。鱼嘛，还是躲在水里舒服。朵朵会加油，努力让伙伴们发挥出更多力量。招是什么的？再来一次，把坏人都打跑。这个女孩总觉得有些面熟啊，大概是因为她迷路在这里转了五圈的缘故。